来吃水果，先降降暑。刚刚从田里摘出来，刚切完。百香果的冰饮。哇，来，英雄干了这一杯。我一直在吞口水了，这才叫功夫菜，又烤又炒。完活了，朋友们，吃饭了！哇哇哇，好香啊！哇，这个豆腐漂亮哦，绝了！这几期咱们这算比较丰盛的一顿。哎呦，这大酱骨看着好吃。嗯，可以啊。嗯，这种就是神仙般的日子。在想我不想走。你真的不走了？假的不走？不走了。